很久以前，我与金蝉子还是同门，他是个认真的人，看不得灵山从来祥光瑞霭，山下却遭着苦困天灾。他说凡诸众生皆有慧根，何以只有你我高高在上，其他人就只配磕头烧香？我说因为他们不如你。后来他犯了大错，重入轮回，又收了几个徒弟，可结果如何？徒弟死的死，逃的逃，连他自己也躲了起来。要我说，这些去取经的都是废物，信什么狗屁如来，不如我自己来。Come on.
坐着大宝，正是为迷途之人准备，你且进去误伤于物。也被那老贼抓到了，这大豹比以前邪门多了，竟养出了此等厉害妖物。估摸老贼借了大师兄的道行，把这破袋子又缝补了一番。一起上，先杀出去再说。寒气正欲来会上，师祖说风声之路纵欲，我说法不语，不杀生，怎看天都能助我。头大，天不如我意，不行一计，有情之人不忘于梦幻。主血
之境只有你。
我将你心中的莫想我不再追你知道一个雌雄妙之处便是让人破胎荒骨无天神将黄秀君谁人不称我为师尊天命人算什么受伤，我黄梅只为自己。早先拐了我的宝贝下界，又借大圣之力把我的后天袋儿变成了销魂夺魄的邪宝，还化作我模样，假我之名诓来了许多旧仇，一心逞能报复。哎，大肚皮，我早该猜到是你。恕罪，恕罪。哼，拐你一次我信，拐你两次猪都不信。
我也不信，谁知这孽畜胆子这么大。我本要亲自收他，不料两位施主先到，不能，你自是福大命大，而他年纪轻轻竟如此了得，这回或许没看错人。莫讲这些不帮衬的话，你那黄眉小儿失足淹死是小，大师兄的东西若是丢了，再找寻起来就难了。你那九齿钉耙，且借我用用。